好啦，咁因為之前有啲人同我講話，每次咧都淨係見到個樣，同埋見到吉他嘅上半部分，見唔到呢度啦。咁所以咧，我就為咗想影呢一度咧，而今次唔影面啦，係啦。咁我今次想分享嘅係你不知道的事啦，因為我第一次聽到嘅時候就覺得好 touching， 真係好有啲感觸啊，同埋好想喊，再加上。系咯，可能因為最近有啲事煩緊，所以就覺得係咁咯，就好想分呢首歌。不知道我为什么